晚上欢迎来到星期五现场直播的体育世界演播室，当中陈俊杰和郑怡陪住大家。2020的广州马拉松赛将在12月13号即是这个星期日是鸣枪起跑的。赛事将至，参赛选手这几天都忙着做一件事，究竟是什么事呢？我们的同事张桓带你看看。系啦，咁喺周日啦，广马系拉开节目啦。咁随住呢个皇马即将嚟到咧，相关嘅活动亦都系陆续开始啦。喺寻日，广州马拉松博览会咧系正式开幕嘅。